太阳。对。山东。沈俊雄司长，由习近平主席亲自揭牌的。尊敬的周乃祥省长、宋军吉副省，尊敬的曾史生，赏如画美景，吃特色美。
量，温润心灵的力量。可以留念，持开放、包容、合作、共赢的精神。新加坡文旅推介会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的莅临，请大家。